这个一般人没吃过，我觉得这个头了。今儿礼拜五，为了提前庆祝明天礼拜六吧，今儿吃的比较素，清水煮的羊肉。吃个带皮的吧。羊皮肉，吃羊肉扛冻了，今儿礼拜六，这个日子我不用多说了吧，得吃点好的。牛仔骨，吃个肥的吧。肥的香。